梅竹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？可以，那你，从前有一个老牧师和小牧师，老牧师，小牧师说，小牧师问老牧师说，可不可以讲故事给我听呢？老牧师说可以。从前有一个老牧师和小牧师，小牧师问老牧师说，可不可以讲故事给我听呢？老牧师说可以。从前有一个老牧师和小牧师，小牧师问老牧师说，可不可以讲故事给我听呢？